提前上线了1分钟。对呀，那不得穿得正式一点。Hello，Hello。怎么样？听得见吗？听得见吗？听得见吗？吃饭了呀，吃了。哪有黑眼圈？瞎说。有一点暗吗？哪里有一点暗？可以，现在这样可以不？这样可以哈。怎么样？最近还有在听我的新歌吗？最近还有在听我的新歌吗？花花花在这儿。有吗？你们有号召身边的好朋友一起听吗？什么时候再出新歌？再出新歌，估计就得个猴年马月了。没有了，再出新歌的话，努力中，一直在努力中。对，一切尽在掌握，一切尽在掌握。现在还有很多东西都在努力。唉，最近真的。但是哪里有黑眼圈？这绝对不是黑眼圈，好吧？然后，我到时候可能会发起一个。Lullaby Dream 的一些挑战，除了这个合唱挑战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挑战，然后希望你们也能来参与一下。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的挑战，你也不用唱歌，也不用干嘛，你甚至是可以拍一段视频，或者是拍一个什么，应该就可以。就 OK。希望你们可以。新歌有编舞吗？这个歌的话，因为它就是一个小甜歌，所以我就不打算。去跳舞了，对，就是都有专攻嘛，有专门的舞曲，也有专门的这种，就是为了听歌的歌。
MV 有啊，那个不是已经发了吗？那个歌词版的就是。今天吗？今天，你们猜，我都会干嘛？你们可以猜一猜。唱歌，不会唱歌了，今天。今天主要就是聊聊天，回答问题，交流。我现在肯定是坐着，怎么可能站着嘞？没有，我现在在那个，没有，声音哪有听起来很累？我现在在，就是那个气泡音嘛，对吧？最近很流行啊，哦，根本拦不住，天赋和努力组成我的 groove。对吧？你们肯定也都拦不住去了吧？拦得住吗？你们，请问一下。不是声音累了，这只是一个气泡音。绵绵的话，他就在北京待着呢呗。他也不能跟我到处飞，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宝贝，是押韵押的，可以不？最近在干嘛？最近在努力的跳舞。对，最近就是在好好跳舞。今晚吃的什么？今晚吃的就是一些很清淡的一些汤饭，对，吃的清淡一点，因为最近真的确实有点累啊，有点累，头一回让我感觉到累，不只是身体。上的劳累，还有很多困难重重啊！最近，什么时候 cover 是指唱歌还是跳舞？cover 唱歌还是跳舞嘞？唱歌吗？唱歌的话，马上我应该就会又有。新的准备要发出来，但是这个你们应该听过了。对，跳舞，我最近发的很多了呀，你们可以先去看看最近的跳舞，而且我跳舞最近真的天天跳，但是最近呢，我就不发跳舞了。因为过段时间你们会有很多的舞可以看，真的。期待吧，期待就完事儿了。真的，最近。的这一个月应该都会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对，有很多东西都会砸向你们。我来调一个，
等一下。Hello，可以听到吗 Hello，晚上好。晚上好。？Hello，Hello，好，很开心，很开心。喂，我也听得很清开心。吗？啊？哎，我说听得清吗？现在？可以，听得清。好，OK，那就好，那就好。那首先我还是要先庆祝一下你的新单曲在各大网站和榜单，都有很好的成绩。对，我觉得这首歌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没有，我觉得就是这首歌现在来，抱歉，抱歉你。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首蛮轻快，然后很能带动气氛的歌曲。对，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我的感觉就是我像是在夏威夷的海边，吹着凉凉的海风的这种感觉，非常的舒适。对，对，是的，是的。对，我现在就是想跟你聊一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不？创作灵感的话，灵感一个是就是契机，是因为就是我的喜欢我的朋友们，我的粉丝朋友们说他们想听一首小甜歌，然后呢，我就有了想写这首歌的这个想法，然后呢，我是在飞机上看到外面的天啊，很美，然后就是有很多那种云，就是它们的形状都很漂亮，然后外面的天的颜色也很美，然后我就去幻想了一个我心中的这个梦境，我心中世外桃源的样子，然后就把它描述在这首歌里面。先是记录下来了这个场景的 demo，然后回来就深度的挖掘了一下，就产生了这首歌，是吧？对，那我觉得是很好的。然后，就是我看你这是第一首原创的歌曲。我在早之前了解你的时候，你有自己在上一张专辑会有一个自己原创作词的歌曲，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激发出来你有原创的这个动力了吗？对，从那一次开始，就是我会慢慢的尝试去写完整的一首歌，就是之前也会写，但是之前比如说就只会写到第一段，就是只是练习这样子。只是练习哦，然后我觉得就是这首歌的话，你已经是参加了编曲和，哎，不，还没有编曲，是作词和作曲。那下一首歌的挑战会不会就加上编曲了呢？下一首歌编曲吗？编曲其对实啊。我也一直有在尝试，但是这个东西确实真的有点花时间。我觉得这是编曲怎么说呢？它就像一个，一首歌的灵魂吧。就是你现在已经有了创作的这种概念的话，你后期慢慢的磨合，其实，在编曲上，它只是简单的几个拍子，你可能就可以把它编成一首很好的歌，是也没有问题的。对，我还是蛮相信你的创作能力的。对，这首歌我今天我已经单曲循环了一天了。对，它那段啦啦啦很洗脑的，我说实话，是不是 demo 就是这个阶段开始衍生出来的，对，是的。对，我觉得是蛮好的。对，那你这个在创作上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有哪些？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最大的困难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就是有一段我可能会写好几个版本，或者是一句话我可能会有好几个版本。这个时候我就很难选出一个，对，可能要纠结很久。纠结很久，对，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开始，因为我看了你之前的视频，在唱跳上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如果是在后面把编曲这上面再加上了的话，那真的就是一个可以往一个唱跳俱佳的一个音乐人的角度方向在走了。我更多建议，其实下一张你自己对下一首创作单曲的话，会有什么想加入的元素啊或者概念吗？可以提前分享一下。下一首啊，创作吗？对对，我说下一首单曲的话，你有什么想尝试的曲风啊，或者是创作的类型啊？
下一首的话，我现在想写一首可能比较，就是能让大家跟着一起那种点头啊，就是比较偏炸一些写的。偏炸一些的，我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根据你之前的这么多歌曲，其实可以加一点 R&B 风格往里面走。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会融合一些，比较不错的元素在里面。对，你自己平时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呀？我自就是己平的时自话，己会。我自己的话就比较一些，怎么说呢？就是编曲会有一些古典，但是它也是中速，然后偏柔和的一些歌曲，不会听那种特别炸的。啊，不会听特别差，所以说创作方向就是，就会往炸一点的方向去做一些挑战、突破、尝试。对，就是比较洗脑吧，也不是说会特别炸。我觉得是可以的，往这个方向其实可以尝试。我建议就是说，下一张专辑如果是能搭上 R&B 风格啊，或者就是流行 Hip Hop 这样的元素可以融合一下的话，效果其实是更好的。对，哎，但对是对对，得多试，尝试尝试。对，我觉得就是你这样发现在这个创作的话，发展其实还是蛮广阔的。其实如果要用三个字来形容一下你自己，你会，哎，三个词语来形容一下你的话，你会用哪三个词啊？如果是用音三乐个上词，的，轻音乐上的你，对，任何三个，你觉得在音乐上的你，这任何三个词。三个词，对啊，外冷内热。外冷内热，那还差两个，其实这算是四个字了。对，外冷内热，然后敢于挑战，敢于挑战，我觉得很棒。然后就是坚持。坚持，对，我觉得做音乐在这个方面，坚持是最重要的。不忘初心。对。你觉得舞台上的你，其实跟私下的你，区别会很大吗？舞台上的我跟私下的我觉得差距对还是啊，蛮大。就是舞台上其实是一个能动能静，在私下里会，我个人感觉会像偏向一些腼腆这方面会，对对或者对，就就是是，对啊。也会比较闹，有的时候。比如说爱打游戏吗？或者是跟朋友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也会经常跟他们开玩笑啊，然后逗他们什么。那是那蛮好的，对。休息时间平时都在干嘛呀？一般？休息时间的话，就是看这个休息的长短。如果休息的时间有比较长的话，我可能会，而且如果又有朋友愿意的话，那我可能会想跟他一起去旅行。如果休息时间短的话，那就可能约朋友出去吃个饭啊，或者是就是聊聊天，就是放松放松，交流一下最近都在干嘛。那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平时就是享受一下舞台之下的闲暇时光。最近有在学习什么新技能吗？我觉得肯定也很蛮想了解这个的。学习什么新技能吗？有听到吗？对啊。有一点听清。啊，就是我说最近有在学习一些什么新技能吗？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就比如说最近就是乐在巩器啊，或固者是是谁学习了的技。留言都说我卡了，我这边是蛮卡的吗？有一点点，喂，有听到吗？可以，现还有在一能点听点到。卡的，就最近就在巩固之前的，对，我觉得，在音对，乐就是上在面的加强话，之你最前。想尝试的突破的，那你在最有音没有乐最上想在面音最乐想方做的面突去尝破，试的突破啊？
对啊。音乐方面的话，就是继续多写吧，继续就比如多说，看哎，看你能写出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在创作方面了，这个就或者是你有去有想过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吗？比如说，摇滚的或者是嘻哈的这种。可能会想尝试一下偏也嘻有哈尝的试，这我种，觉得这是但在，是摇滚的话，我觉得，摇滚确实是，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这个制作，在制作这张新单曲的时候呢，有什么幕后比较有趣的故事？比较有趣喂，的故又事卡哦，了就吗？是我当时刚写完的时候。刚写完的时候，我有给我的好朋友他们去听，然后就是还给他们听之前，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首歌会是一首，这首歌是首行动。喂，啊，有听到吗？喂。我以为我又卡了呢，哎，哦，我以为我又卡了呢，没有，我以为我这边又卡了，我看这粉丝这边留言都没有动了，他说怎么没有回复了？那，我也先懵掉了。好的。我觉得就是在我这方面的话，我给你的一些建议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就是做一些音乐上的新的尝试，这是我觉得是在音乐创作上是最重要的。其实，比如说R&B 的话，现在偏流行方面的还是比较受大家喜欢的。你会根据这？我觉得，在一个音乐人的角度，其实不用完全去迎合市场，就是我们可以就做一些自己喜欢创新的东西啊，这是比较有个性化的。对，我觉得在音乐方面有这方面的突破创作者是蛮好的。哎，你有没有要不要跟我们清唱一段？清唱一段吗？好呀。喂，对啊，清唱一段，我看大家都非常想要。好嘞，那我就清唱那么一小小段。了。好嘞，我觉得你大家都很那期待，发呆，不在意外，Talking to the night，玫瑰又盛开。不用太介怀，对我的依赖，Always by my side，Lullaby of my。好了，到这。很棒，我觉得你的 vocal 发声就很好，nice。那我就先下麦了，因为他们说我好卡。好。有听到？啊，那行，那我就先下麦了。我看下一趴好像还有个活动，对，那我就先下麦了，拜拜。好，辛苦老师。OK，那么现在，我要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第一题，有没有想过给《Lullaby Dream》这首歌编个舞？这首歌呢，是不会有舞蹈的，因为。这首歌，它就是一首适合你去睡前听的一首很安静的歌曲，不适合在台上嗨，在台上躁。然后，但是这一首歌会有，我刚才也说了嘛，会发起一些合拍的挑战，希望大家能多多来互动。然后第二题，有没有想过给《Lullaby Dream》出个应援教程？觉得这首歌很有氛围感呢？我觉得这个的话，哎呦。应援教程我就不出了，你们来，就是想一想，可以大家一起集思广益一下，
然后其实我觉得只要副歌可以跟着唱就好了嘛，对吧？然后给 Lullaby Dream 起个小名，Lullaby Dream 的小名就是小梦，小梦境，可以不？小梦。下一个 Lullaby Dream 微博评论区团建的这个表情，让有没有猜到？评论区的表情我其实有看到了，有看到大家发了很多的一些什么，有看到大家发了很多一些的这些表情，对，但是我其实有的真的猜不到，比如说这个，你给我解释一下是什么嘞？彩虹不要，双手彩虹不要黑白。来，你们来说一下，是谁？白天不懂夜的黑，这个是。漂亮。你也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还让我猜？下一个呢？下一个是什么呢？阳光蜗牛糖猫猫。阳光蜗牛糖猫猫，这个是什么呢？你们自己评论的，你们自己都解释不出来的话，也太奇怪了吧？来，说一下这个是什么？说一下。不知道吗？哦，照让小窝甜蜜蜜，是谐音梗，还有一些，这个我好像知道了。翻来覆去的哭泣，对，因为这个我记得当时那个人还自己怕我看不懂，还解释了一下，这个也很明显嘛，啦啦啦啦啦，这个也很明显啦，I'm not cool，没有你的日子里，I don't know how to do。这个的话又不明显了。没笑的夜，我也犯信，但真的哭。这啥？无笑的夜，无笑的夜，无笑的月吗？无笑的月，我也翻信。翻信鸟真的哭啊！翻信鸟真的哭。没有你的夜晚，我也翻来覆去的哭泣。这个不合格啊，不合格。这个表达的不贴合。这个呢？我对你的心，哦，像鲸鱼坠入深海里。坠入为什么是一个刀子？你是要怎么的我吗？哦，坠入到深海里。Sorry。等我一下，我再回答几个问题啊。我知道你在看。这首歌有没有绵绵？绵绵有没有提供灵感？我早说过了，绵绵确实有给我提供灵感啊。在绵绵生日到来之际，有没有想过给绵绵写一首歌？其实如果单单的就只给绵绵写一首歌，我觉得是有点难的，真的有点难。绵绵的体重的话，我记得上次称过一次，是4点几公斤，好像，反正。
8斤左右，7、8斤吧，7、8斤。然后，绵绵能不能出演 MV 女主？她就只是我的一个小图纸，她顶多可以当一个特别嘉宾。对，好，马上啊，兄弟们，等我2道题。最后，让人心情不好或者压力大的时候怎么调节嘞？心情不好、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找朋友们聊天啊。我等会儿就要开始跟他们开始吐槽了。然后，如果有一整天的假期，会做什么？一整天的假期，我就会去，不一定，啊，不一定。在练舞的同时要注意身体哦，放松啦。我要是不注意的话，我现在也不会出现在这里，是不是？OK，那么让我来找一找，快，有没有要跟我连麦的小朋友？我来拉他们，怎么邀请啊？申请跟我连麦，快！哎呦，哎呦，bro，开起来！好大声！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听得见。还有一个嘞，那怎么不会？什么？等一下，我听不见。小铁，听得见吗？听得见，他在哪儿啊？哎，我等会儿，我给你换首歌。这首歌不对，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姚琛，我换首歌。等会儿，等一下，他怎么没进来？谁说我吵？我一点也不吵。他在哪儿啊？谁？哇，怎么找不到他了？这首歌好听，我跟你说，我最近听了一首新超级好听的歌，是黑送吗？黑送。是吧？是黑送。天空都是 blue and white， butterfly 化妆给我 say hi， 这个世界舞台本来不再黑白，或许是因为看你们歌好好听，好听吗？你觉得？我觉得不错，我觉得非常不错。快，那位朋友，还有一位连麦的朋友，快点申请。我不会主动跟别人连麦呀、啊。你在哪儿啊？我怎么？我在。上海，我在海上。哦，海上，我是京北啊。你在京北吗？嗯。哇塞！你今天干嘛了？我今天去，你知道的呀，你知道的呀，我 你知道我今天在干嘛吗？你今天，我盲猜一下，你今天是不是给人借了1000块钱？哎，是啊，那个人是谁呀、啊？对呀、啊，真是生活如此窘迫了，已经连1000块钱都要借了，1000不少啊，铁子，割肉了，割肉了。哎，你知道我今天干嘛了吗？干啥？我今天又接触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接触的领域。什么领域？我在家洗油烟机啊，洗油烟机是洗油烟机，洗空调，他给你送烟花都不进来。谁呀、啊？他在哪儿啊？他快点跟我发起连麦呀、啊！他在天上飞，哦，根本拦不住。他在哪儿啊？我怎么到底这个连麦是？哎，你点那个下面那个。那个莫比乌斯环，你看到下面有个莫比乌斯环没有？我看到了。你要点莫比乌斯环。接受了，我接受了。又来了啊！哇！哎呦，我排在第60位，终于连接了。你这真的是伸手不见脚趾的地方啊！你这个地方。你这是什么？哪个地方啊？你在？我在车上。伸手不见脚趾啊！你在天上还是海上？我在车上，我在路上。在路上，京北还是海上？我坐到后边去了。
哎，好多了，好多了，现在伸手看得见脚趾了。哎呀，我的头发，等一下，有点丑，包袱出来了，包袱出来了。张扬，怎么样？最近累吗？狗还可以啊。怎么？你怎么了？你不是唱歌吗？我你不是说我连进来你要给我唱歌吗？没有啊。有啊，不然我干嘛连你？你不是说唱歌我才来的？是啊。那快唱一下，唱一下。好成立啊！你这么一说的话，好成立啊。对啊。叫啥？最近有一首黑送发出来了。啊，黑送，我听听有多黑送。听得见吗？黑送。听得见，听得见。我怎么感觉他的黑送 ？OK， 唱一首黑，唱你一首黑送。黑送，放一下。来啊，朋友们，把黑送刷到公屏上。黑送。你知道？你刚刚跟那个主播老师，不是主播，乐评人老师连线的时候，你们两个的对话仿佛我之前发在群里面的那个新闻联播，你知道吧？哦，我知道你们完全没有对上一个拍，就是、你讲你的，他讲他的。对，我要说，我刚说他就开始说了。对，就是你在说的，他是他说你说你说，太炸了，炸了！你知道唱，你应该唱首歌，是不是？谁？最近那个是那个视频看吗？看吗？是个淘淘，什么东西？淘淘，没事，你别看了。淘淘，哎，为什么有回音呢？对啊，为啥有回声嘞？我也不知道。喂，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哦，哎，跑了，没回音了，跑了一个。啊，他们，你看，他们说他们知道那个，没事，算了，不说了。对。你最近咋样？累吗？最近真的不行了，你知道吗？最近。我头一回啊，我人生头一回，真的是给我干的，就是现在你知道我啥样吗？我现在我还去看了你好吗？啊，哇塞！我现在真的人生中长这么大第一次，一个嘴巴里有三个口腔溃疡。啊！我整的我已经那你太早了，张元奇他有更多的，他走了，他送了喜欢你给你，是吗？嗯。他因为他应该网不好，哎，连线他，他说连他，快，我在找他，他怎么他在好下面？你三个口腔溃疡，你问一下他之前最多长个多少个？最多多少个溃疡？哎呦，还好姚老师看到我了哟，我这个被挤出去了，一直在连线。哎，你的口腔里面最多长个几个溃疡？四五个吧。你看看。不是上火呀，我太容易上火，肠胃不好，就是饮食不规律就容易长口腔溃疡，你知道吧？张让说他长了三个，他说他这长那么大最那个啥。但我就因为我饮食特别规律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没吃上火的东西啊。因为你很急躁，你的心情非常的急躁。你是不是熬夜了？熬夜缺维生素 B 也会长。都熬到黑夜问白天去了。熬夜容易。长维生素 B 什么东西？熬夜容易缺维生素 B。哦，哇塞！最近想必是跳舞压力非常大吧？我要压力大呀，压力大呀！你压力怎么就大了？你干啥了最近？我最近吗？他要当舞王了。我最近，而且我最近看了一场很炸的这个 battle 表演。对。谁的？是，反正就是很炸，看到。哦，我知道了。哦，我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太炸了，简直！我的现场是被炸的，就是嗯，面具下的我就是已经真的呀、哦。对，非常炸吗？就是我的内心已经不行了，但是我表面上还是戴着一个假面具的感觉，就是现在这样poker face。你是当事人之一吗？我不是啊。哦，那还好。对啊，我是去看了一个别的东西嘛。哦，对对对对。嗯，
差点就说爆了，你知道吧？可以，感觉观众都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了。庄老师最近怎么样？对啊，我最近还可以啊。你快点来跳一下你那个舞。不是，空间太小，空间太小，跳不了，跳不了，容易被抓走。大晚上跳这个舞容易被抓走。可以的，那个舞我觉得是当时刚发出来，我觉得那个舞是黑舞 ,hit 舞、哎。他们说小黑的舞。小宅拍了吻戏啊。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在哪里看？我没有多的设备，兄弟们。我刷到过。多的设备。刷到过。谁有多的设备给我分享一下。我刷到过小宅的这个很多片段啊，演戏的片段。我没刷到过，我只看到过洛洛的。洛洛。这么厉害，他那个已经播了吗？这么惨，他都不分享到群里。估计是害羞了，都不让我们。他在群里面就天天叫我们去象山玩。哦，对。我很想看一下长成什么样。是吧？老叫我们去象山。你们谁有多的设备吗？搜一下给我长长见识。我也没有，我今天在装修家，我今天在修，清洗那个，哎。主播直接离开了，主播自己去看了，是不是？我主播怎么？主播这么着急。他还有很多，而且他现在，他都当爸爸了，什么意思？他都结婚了，哈？我不知道了。他演多少岁的人啊，就结婚了？对呀、啊，他为什么演这个孩子都有了？这个孩子太夸张了，太夸张。我上次看他的戏，他还是个儿子，被夹在他父母中间生气。对对对对对吧？对吧？对吧？我还说好可怜，好可怜。天天挨揍，那会儿天天挨揍。我们这样笑他好吗？这样笑他是不是不太好？说明他角色深入人心，表演的好。是的。哦，他是姐弟恋，好像。哦，我们现在像完全是在看那种，人家是看文字的那种欧洲杯，我们现在文字的电视剧。文字电视剧转播啊，对，哇，最近真的很精彩，还有天哪，我都不敢念这些弹幕，差点念出来了，吓我一跳。听了听了，让让新歌必须听了，让让新歌早就听了，对啊，分享在群里面了，对啊，我已经断言是黑送了啊。还没发的时候我就跟你们听过了，广告走了一波。还没发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当然很要脸的，说这首歌是黑送。七七不是也要出歌了吧？对啊，还有快了也快了，但还早。今天先是赵老铁的黑送专场啊，快了，但到时候也是黑送啊，都是黑送。黑送吧，你下一首也是黑送，都是黑送，都是黑送，可以的。赵老铁，今天你准备？播多久？播多久吗？估计播到个再有个15分钟。我刚看你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有点不知道讲、啊？我看你讲的速度还有点慢。对，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就是比较迷茫。是一个人容易想跳舞。对，他们不知道黑送是啥意思，快解释一下。哎，有人解释了。有人解释了，这位榴莲爱甜瓜先生，对他，你们怎么看得见啊？我怎么都看不见、啊？刚才眼睛快划过了，哎呦，我这边灯熄了，师傅。黑送。好了好了好了，对，就是那个英文 hit s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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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歌。最近大家都在干嘛呀？天哪！对。我真的是楠楠的新歌听了，他那个舞台还蛮帅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当当 Tiger 不是 Tiger，Killmonger、哦。我不需要你们的王冠。哈。对。不会说英文，对不起，不会说英文。Killmonger 什么？那个可以哈、啊。什么？21岁，我当过 rapper， 当过 idol， 当过男。反顺序反了，兄弟。反了。一个意思。他走那个路，那个有几步走的挺那个什么的哈。哇，我看了他那个表情包，绝了！他那个，对对对，就是这个表情。我看了那个。回来，我们去爬山呢。谁爬山？谁要爬山？能不能下海？别爬山了。
去能不能找点别的健康的运动？爬山还不健康？危险吗？危险吗？最近下雨天，这个雨水比较多，不安全。去海边好一些。北京哪还有海？我这北不在北京啊，就是比如后说，海，北京后海。可以啊，又冷到了。国冷美到了团吧？建是什么呀？他们一直在问，是个什么活动啊？是我也可以不知播的道，那种活动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哎，不好意科思，普一下吧。我们的好残忍呐、啊！我们三个不知道，是不是残忍？你们云转播一下吧，是个什么活动？跳爱河，他说他们跳了爱河，我爱不河都信。是年前了呀，他们对跳啊，的，那都是多久之前了？哦，对啊，他说我们他跳们。是已经是多少2年前了吧，1年半前了。庄老师最近打拳咋样啊？还可以啊，哎呦，差点剧透你这个，我差点直接说下一步啊，还可以，反正还不很错，危险，我跟你说，哎，唠这些，我们对，是聊的还不都是错，不还不能错，播的吧？还没到时间还没啊，到还时没，间的，疯狂透，你知道吧？疯狂的就是，但不是是主播，你的对手很辛苦，他说他很难受，对，还去看了看自己，嗯，他说了的，还。给我说了。嗯，他被你这个还是，哎呀，希一望句你说不的了，一句，懂就好，懂就好。都在话里面。嗯，我吃。让你不介绍你的新歌哦，你的新歌估计已经介绍了很多了。再我放的一新遍，再放一遍。真的介我刚绍刚不给能。放了，我刚才放了蹦迪的歌曲。我希望就是现在在观看我们，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老铁们啊，如果你你的直们播间，很爱我们的新歌的话，希望你们不要自己留着偷偷爱，希望你们可以把他们转发给你们的好朋友一起爱。如果分你享，想对的对的，分享一如果下，你分享一分享下，的话，请号召全班同学给我一起爱好吗？对对对，黑送黑送必须要好好让大家这个听就一应下，该直接初中小学那种广播体操放一波啊。对对对，如果你是广播可以。员的话，请就是在广播的时候帮我们放一放。QQ 空间发起来，到时候变成空间背景音乐，老潮流了。然后一定要在后面放海绵宝宝背景。嗯，可以的。你在吃是啊，啥？你吃什你么咋呀？还边吃边说你不呢？会在吃桃桃吧？我来给，哎呦，差点掉了！我来给你们来个 ASMR。什么东西？你吃的是什么？糖糖。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其你实。就你学我，你学我，我来念，你来做。下面我来吃个糖糖，下面我来吃个糖糖，嗯，还没吃呢，这就是糖糖，这糖糖，嗯，黄色的糖，哦，奶酪棒，这是奶哦，是我跟不上潮流了吗，嗯，家人们？你们刚才这一段演绎的这个双簧是什么？是最新的流行吗？嗯，这个糖糖好冰，好冰冰，哦，灵魂出窍。这是啥呀？这是最新的段子吗？其不实我是，不知这道。是一个段子，但是已经没了。这个段子已经断了，这个段子已经没了，已经已没经被了，终结了。听不懂。这个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哎，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是啥呀？这是就是什啥呀，么朋友们？沉浸式的什么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沉浸式的，比如说你吃东西之前你就这样。就是沉浸式的吃东西，就是要很安静的吃。是某短视频平台的梗吗？是的，你待会儿我啊，好像没了，这个视频已经没了。我也是谁转发给我的？我看不是，他都没了，怎么能说他是一个梗呢？他为什么没了？被 就危是险吗？原作家已经没，已经就是被。啊，这么危险的东西能聊吗？全部，好恐怖啊！不敢聊，听起来很恐怖，听起来很恐怖。
不好说了，这个就不好说了。不好说，不好说。在网络上找一找鱼浪，让我冲一下，没冲明白。这个你可以看一个，你绝了。但是你看了，你真的你的手指可能会成这个样子。就是尬嘛，就是很尬的那种嘛。就是比尬，哇！早让你知道啊。我看了，我看了，那应该不是原版，就是有很多人模仿翻拍嘛。哇，你看的原版，原版直接。可以，我去了解一下。我也得了解了解。嗯，冲浪这一块还是得跟上。他说把我们网断了，残忍了，残忍了。冲浪这个，有时候不用断，我们也不，就是有人会告诉你。对对对。嗯。啊，怎么感冒了呀？没有啊，没感冒，我现在还好着呢。我现在还好，现在还好着呢。马上了，我感觉就要那个。马上了，就要什么了？就要那个什么了？就要那个去西边了。为啥？你要去哪？他要西边了。这边还有坐骑啊，坐。对啊。我去。我要穿的一下就去西藏。张云，你为什么穿？就是往西边跑，窜的一下就往西边跑。啥？这也是个梗吗？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不是不是，哎呀，这还听不明白吗？都这么明显了。哎呦，你们张云奇，你没事儿。咋了？我最近有点跟不上你们这个节奏了呀。跟不上了。老郭，西游记咋了？西游记了怎么都？怎么不是了？不是西天取经吗？我靠，没跟上。怎么疯狂看弹幕也没看明白，眼睛给我看疼了。看疼了吧？我靠，他们速度突然变得好快。对啊，为什么那么快？对啊。主播暂时离开啊！让多喝水，叫让多喝水。他给我弹那个电量了。你今天这一身是什么校园风吗？嗯，我今天这身是那个，就是咖啡馆的职员风。哦，都是打过工的人呐、啊。对啊，你们，我看到你们好像也去当这个卖咖啡的了。嗯，可以的。调了一杯咖啡，调了一杯特饮，我也做了一杯。哎呀，好，什么？怎么好？我现在架子改手持。怎么？你要开始表演了，是不是？表演了？没有，没有要开始表演了。刚才在我断线的时间，你的黑颂唱了吗？是不是没唱？唱了。好，我现在给你唱。好好好。听见了吗？这是个有味道的直播。有味道，有那味儿了。你那个黑布什么？怎么唱来着？我已经忘记了。我把想念放在胸口。这已经是上一个那个、啊、上一个黑颂。这个这不是黑颂。这个好听，这个最新的这个好听，很黑很颂。这一火。你不要最新的这个。不，你不要再得意，不是你不要再，是什么？你不要，你要不直接放一下？你刚才不是还能放吗？怎么放？我看一下，怎么放？在哪里放？它可以放，它可以放。你那儿没有设备吗？我没了，我也没了。为什么呢？这关机了。原唱就搁这站着呢，不能原唱来整两句、哦。不要太意外，不要太意外。你整得我很尴尬，你知道吗？咋啦？不要太意外。哎，怎么教我们两句，我们给你循环唱到你下播，你就聊天，我俩就在后边唱。真的吗？嗯，你说呀。我唱完你就唱一次就行了。你先说。嗯，你唱。好，别在那发呆。你嗯，我是
憋的，把调唱出来，你知道吗？你是不是在骂我们？叫我们不要要唱歌词，要歌词。这个黑送主要就是歌词朗朗上口。我看他这写歌词了，唱歌词是吧？那发读歌词吧，要不？不要太意外。对。别在那儿发呆，别在那儿发呆，不要太意外。Talking to the night， 玫瑰又盛开。哎，你唱，你唱，我刚刚我还想起你的那个某视频、某短视频的那个挑战，我本来想录的，不录，不录，结果你穿了蓝色，然后就不录了，结果变成一只鱼了，我就不录不录了。嗯，好，我现在我有设备了，你放一个，我有设备。好的，哎，给我冲，给你冲，冲出来了，听得到吗？我们三个简直，这个叫沉浸式蹦迪，兄弟们。可以了，好听好听，这简直，这歌必须黑送，已经到了旁若无人的境界，沉浸式的蹦迪、不要再发呆。哦，对，咱们三个可以可以，云蹦迪，沿线蹦迪。我刚还要说啥来着？小观众，小观众，各位观众，赶快关注起来，关注赌哥新播不迷路啊！你说什么？我刚想说个啥，我给忘了，突然。关于什么？我忘了，完全忘了，就是那种关于你上一秒还非要说出来，然后下一秒就忘了那种，你肯定也有。是因为这首歌的原因吗？嗯。我忘了，我什么都忘了，就是。你忘了？哇，真一点都想不起来了，突然。不要再发呆。最近早点休息啊。Talking to the night。真的忘了。让我很意外，意外吧。来，押韵押上。你特别的菜，我特别的帅。我没闹让未来，我并不奇怪。未来有期待。你是小可爱。哎呦，到你了。到谁了？到你了。你玩游戏耍赖。不行了吧。歌曲得大卖。不卖啊，这个不用不用卖的。哦，这首歌不卖。可以吧。啊，这首歌不卖。哦，好嘞，好嘞，好，马上这个不知不觉，快乐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没错，没错。哦，只要到十点，压了吧？十点半了，有个朋友，有个粉丝朋友说，大家一起录腹肌，来吧。开玩笑，开玩笑，搞得我吓了，搞得你们俩都吓，你们俩吓得直接定住了。我俩眼睛直接，我截图都要准备好了。我也手都按到。
了截图的位置了，看到你俩直接定住了，可以可以可以，幸福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对，没想到时间就是这么快的就过去了，没想到。没错没错。哎呦，还挺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感觉。他们有问题。这是倒立式直播。对，倒立直播。你看我倒立。我偏要与众不同。我要与众不同。真的是我。有点难受了，有点难受。哎，你们是不是看的框跟我是一样的呀？小框框，对啊，我在赵让的旁边，我这你在最下面，你在最下面，哦吼，那我这样把手伸上来，谁能接一下我的手？我接了，对，我接了，哎，赵让来，哎，不对啊，哎，对对对，你再移过去一点，哎，可以了，哦，绝了绝了。你把头太无聊了，你把头伸上来呢？哇，你这个有点难了，你这个我们得一人一半。算了，太难了。算了，幸福的时光已经短暂了。对，已经超时了一分钟了。啊，让让你，我们先下，你跟你的大家，对对对对，道个晚安，我们再介绍一下你的新歌。行，再见。早点休息，注意身体。行，拜拜，加油，拜拜，到时候约，拜拜，拜拜。爱你们。OK， 快乐的时光就是这么的短暂，是吧？那么大家也一定要记得多去听听咱们的歌，看看咱兄弟的新戏。加油，明天会更好。现在我要做一个沉浸式的这个下播。